天津饭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为啥叫天津饭，最近这门可火了，我也尝尝。还行，就是鸡蛋盖成饭，我还比较喜欢东北饭。就是摊鸡蛋，里面加上手撕那个蟹柳棒，就这玩意儿。天津饭。我还不如叫摊鸡蛋了，还天津饭。你们想学的，在快手里一搜索，天津饭就出来了。这个挺好吃。按错了，腊肉。